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elina。很开心耶，因为很久很久没有拍这种就是比较特殊的，像我现在这个发型就很特别，因为我几乎从来没有梳过像这样油头，很贴、很帅气的东西，然后也很少穿西装。像刚刚有一个也是在花团锦簇的，我就是都是蛮特别的尝试。大家都对我很鼓励我，会让我就是拍起来就是信心加倍。我记得有一套那个那是算雪纺纱吗？粉红色很长的洋装，它的剪裁很漂亮，然后我穿起来，他们就觉得我看起来身材很好，而且比例极好，看起来下半身就很修长，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，因为它的那个材质就是很轻。所以穿起来就有飘飘，然后风一吹就这样，就觉得自己啊，好有气势啊，非常的开心。这就是我还是我喜欢的工作，就像唱歌啊，然后就是把欢乐带给大家。然后现在当然更多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很多很正面的力量，就很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见面。其实很多小事情都觉得很幸福的，像我几乎每天都还是要在家里面复健，我的客厅是西晒，所以我就会打开窗户、打开窗帘，让西晒太阳透进来。然后我跟小狗就在沙发上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复健，然后小狗在那边慵懒的睡觉，然后看着太阳就觉得哇，好漂亮，好幸福哦。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当然是我们三个人什么时候会合体啊，会出专辑，就是都一直都在计划当中。我想今年是一定有机会可以出 SH 的专辑，所以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。